重头戏来了，我们要主动攻击邪恶阵线。 这是什么情况？邪恶阵线在空中巡逻海岸线。布莱恩，里诺有麻烦了，你赶过来要多久？布莱恩，对上，宝宝博士。 结束了，双手举起来，放下那个巨大的头。我可是正要大获全胜，屁！启动钩爪什么的东东啊！准备好喽！布莱恩，我们也去弄几个会飞的大头好不好？我的要装金牙齿。 小恐龙，快过来！交给我吧。那个看起来像大鸟的东西是什么？抓到了，克里基奇，把这家伙带去紫罗兰堡关起来。 变成历史吧！由虚无诞生的力量，准备接受宝宝研究室的专利科技洗礼。
变成历史吧。家，他们放出了元素生物攻击我们，快来帮忙！卡德加，对上雪崩怪，我看看，这是什么状况？大雪崩落了。我会碾碎你！我不同意，但我尊重你发表意见的权利。加点炼乳跟红豆就可以做成雪花冰了。随机传输，多多益善。冷冰去比利斯，他们的攻势猛烈，我们需要帮忙。
关系，再抽一张，没有人会发现的。哦，那就谢喽。我的手牌太多了。我要像麦迪文一样厉害。麦迪文是很酷了，但你已经有我了。面对我吧。我是自由的，见证我的威能。再一个，我把另一个放到你的牌堆了。哦，谢谢我自己。只有蠢货才会拒绝巫妖王。那个法术很棒啊，我们应该再施展一把。我最爱那颗蠢大头了。这是亵渎。还要重考。以我的身躯摧毁你。我的手牌太多了。对随机目标再施放一次。
我去帮帮别人。那边在天上，我们把他打下来。对上克里基奇，住手！你这坏蛋，你把李诺带去哪里了？去紫罗兰堡，我们的都是我们的。我们就会放出最后的灾祸。从奥丹姆一路带来这里，你们到底有什么阴谋？下来这里跟我打呀！这样不行，他们都从空中攻击我们。乘着诅咒之翼翱翔，这些应该能派上用场。这条时间线真有趣。密探来了，让开！真有趣。闪亮的手下，
我不能失败。我们总算上岸了，虽然有点惊险，我们需要盟友还有空源。别跟那些冒险者浪费时间了，加入邪恶阵线，站在胜利这一边。阻止他们，不留活口。等等，留个活口好了。探险者协会想登陆，克里基前发动空袭，别让他们稳住阵脚。克里基奇对上芬利爵士。可恶的鱼人，给我滚回海里去！哇，真是没礼貌！探险者协会怎么可能追来这里？
我可是浪费了5个灾火来对付那些傻瓜。你的脑袋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空吧？完工了，前来报告。非裔的勇士啊，请问你有考虑过投降吗？爪子都抓住胜利了，为什么要投降？我想可以先礼貌地问问看。有虚无诞生的力量，你已经没用了。别打脸！前来报告。你们这群邪恶的家伙真耐打，特卡恩也不是开玩笑的。再见。别打脸！行了行了。邪恶阵线的帮众们还真是麻烦。混迹兵八五零，报道。赶紧跳出来。再见再见。今天你走运了。平淡的凡人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回归虚无的渺小。再见。探险者，向前冲啊！
说，刚刚真是太惊险了，我先走了，该速速撤退了，再会。寒冰中崛起，释放你的力量。我不会屈服。你可以反抗，不过你的力量最后还是我的。至于这个屠龙者，他应该也会有点用处。屠龙者无法控制，不要唤醒他。这里是你的坟墓。我受不了这样打雪仗了，赶快做个了结吧。你只是在拖延时间。暗影操纵的木偶，我不走。为了拉法姆，你的毁灭即将到来。我不走，给我找吧。这才是真的。臭小鬼，给我乖一点。臭小鬼，给我乖一点。再找妈咪伊莎莎。冰冻一致，好冷啊。臭
雪崩落了！大雪崩落了！臭小鬼，给我滚！我们发出了拳！为了拉法姆，史帕克醒了，要来杀龙了！拉法姆应该会很满意。我们再复活别的吧。好了，等等，有个探险者想耍帅。我来解决他。抱抱博士，对上神奇的李诺。喂，就是你，我有个友善的大爪子，想要跟你打招呼。哦，那边有坏人，我们来试试新的法术吧。抓到这个小丑应该会让整场战斗变得超级简单，不过他那个机关炮还真是蛮劲爆的。哎，等等，其他的探险者呢？我也要。上了上了！故事结束。全面通气，无论死活。现在买一送一哦！有人盯炸弹吗？接招！Oh!
现实。蹦蹦蹦，哈哈，永远都玩不腻。我拿到爆炸学的博士学位，可不是让你叫先生的。笨手给鸟，我能不能看起来像大鸟的东西是什么？抓到了，克里基奇，把这家伙带去紫罗兰堡关起来。等等，我输了，救命啊！让那些探险者就完了，等他们投降再通知我。